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是胡福奇社。今天来给大家做 War Toys 所推出的 Mega Dio。Dio 的话是 War Toys 第一款猛兽侠系列的玩具，我当年也是算最早的那一批就玩到的。那个时候的 Dio 的话呢，它的体型呢只有这么大而已，它跟后来推出的每一款玩具的比例呢都是不一样，它是特别小的一个。那么这一次的话呢，知道他们要推出这种算是跟后来推出的几个系列一样大小的 Dio 的时候呢，我个人的期待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那很早就预定了啊，那最近拿到的话呢，抽空来给大家做个简单的分享。首先呢，我拿到的时候呢，我发现他身上有四个地方会发出这种声音啊，一个就是脖子这个地方，另外一处是这里，那我已经上了细油了，已经非常 OK， 不会有那个声音了。再来就是这两个髋部的关节也是有的，但是这个髋部关节上了细油之后啊，变得有点松啊，我是有点小后悔啊，可能我上的量是稍微多了一点点。那虽然说这样子晃的话是还不至于说很松啊，但是感觉手感确实是变得比较不好了啊，这是我个人的小失误，不应该上那么多的细油的。那其他之外的话呢，这个玩具呢可以说没有什么好挑剔的，尺寸大小什么都 OK， 配件也是非常的有诚意。它是一个喷火特效件，然后呢还有上面还有两个小分件，而是可以另外再单独去拆下来的。那上面的这个造型各位可以看得出来了，是颇有设计感的一个N 角形的一个造型。而且呢它的一个安插的话呢，是从这个地方插到嘴巴的上面啊，是上面的这个地方是有个插孔的。插上去之后啊，它第一它营造出一种呢，它这个是有一点类似于是比方说这样子看啊，它好像在这个地方聚集了一个能量球之后再喷射出来，而不是直接从喉咙里头喷出来，这个感觉就不一样。再来它可以转动啊，那转动的话比方说你从上面拍照，你就可以转一个你适合的角度，或某个特定角度拍照的时候，你可以转一个你觉得最好看的角度来供我们做一个展示啊。所以效果来讲是非常非常之 OK 的，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么一个小亮点的。那其他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细节。首先牙齿可以张开，那眼睛的话呢依然不是完全张开的一个形象，是比较凶恶一点点。那脖子的话呢可以左右转动啊，那是脖子的可动呢只能往下往上的幅度是非常有限的。头后面的话呢看上去可以转，但其实已经卡死了，动幅度比较小啊。手的话呢，以暴龙的前肢来说，这个零件算多了啊。这里指头的话呢，前面两根跟后面这一根是独立关节的，这里是一个球关，往侧边可以开一点点。脚的话前后左右踢没有问题，这些就是变形的时候会用到的这些关节啊。那背后的这个炮的话呢可以往旁边张开，没有问题。那它是可以背着这个之前那个小 Dio， 但是呢我手上的这一款呢是属于当年旧的一个 Dio， 它这个地方是没有孔洞的，因此没有办法跟它的这个插孔啊，没有办法跟这个地方做一个联动。因此背的话呢就是会可以稍微做个展示啊，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啊，没有办法背稳啊。他们背的时候应该是这样子啊，然后呢这个地方的凸呢要扣到这里一个大腿上面去，但是我这一款做不到，那就不做这个展示了。尾部的话呢是一个球形关节，然后这个地方也可以上下左右动一下。整体来说呢，我对于这一款的造型是很满意的，但是我看了一下人家网络上的照片还有影片啊，好像人家的黄色是鹅黄色，我觉得我这一款好像是鲜黄色的感觉啊，是不是哪里感觉怪怪的啊。那还有一个大腿的透明件，整体来说质感来讲的话，除了这个过紧发出怪声之外，其实它的一个平均素质来讲，我认为是 War Toys 猛兽侠里头呢是属于非常前段班的。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一款 Mega Dio 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首先呢它背上的这个炮呢给拿下来，然后的话呢扣的时候啊不管你背上是怎么扣啊，我会建议呢你扣的时候呢是把这一个灰色部件呢是压在黄色部件的上面。好，这个样子呢把它给扣上。再来的话我们把这个胸口啊不对身体的这个前后做一个解锁，白色部件压下去之后这个地方就解锁了，你这样它是拉不开的，拉开之后呢哎这个地方就解锁了。再来把脚的话呢从后面这个灰色的这个部件推到里面这个缺口来，这个非常简单，往前推就可以了啊，往前推到这里，这里也是一样的，往前面推上来。好，推上来之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头的话呢白色部件先往后面压到底，再来的话呢把头呢给这里推进来，推到这里之后呢黑色部件稍微推一个斜斜角度就好，再把头给推进去啊，这里到这边。好，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黑色部件里面是有一个单独有一个小凸，
它要跟尾巴的这个地方这个缝做一个结合，那我们就是把尾巴往前面翻过去，中间有个白色的部分把它给打开，然后呢这个尾巴的部分呢整条的呢往上面伸，哦不对，我们手的话可以先往上面伸上来没关系，手的话呢你可以稍微的去合一下，手就是把它给这两个一个像是一个 V 的一个手势啊，是要咬进黄色的这个凸里头的。再来的话我们把这个部件推到底，从这里推过来，往前面推到底，记得到这个地方尾巴要反推回来，把尾巴缩到最短最短，然后这个部件再往上折上去，那原则上呢就会跟这个黑色的这个凸的话会刚好会到一个可以碰到它的一个位置，到这边推上去一扣，这样就咬合住了，我们这一款这个 Mega Dio 的一个骨干就变形完成。接下来我们变形它的一个腿的部分，首先讲一下上面这个部件先往上面拉上去啊，根本现在没有它的事情，这个白色部件可以完全打开也无所谓啊，不对，先推过去好了，不要妨碍我们，我们先把这个部件给打开，打开之后啊，这个部件把它往下面转下来，接下来我们要透过这个零件把脚前后做一个翻转，到这边翻转，哎，这个脚掉了啊，这个推了涂了细油之后啊，就变得比较滑一点点，没关系，推到这。再来我们先做一个动作，把这个红色部件这里转上来，它的话呢这里有一个结合的卡扣，是最后一个要结合的卡扣，我们记得把它放到这里，我们把这块部件原则上再把它推回来，它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凸跟它的一个结合，这里面有一个凸，这边有个洞，把它给扣上去，扣上去。好，再来的话呢我们要进行一个地方的一个结合，在这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黄色的一个凸，它要跟我们脚底的某一个地方结合，在这里，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结合卡扣。那怎么做呢？就是把这个脚的话呢给翻到，转到这边，你转想办法呢把它给转到这里，转到这边，好，跟它做一个结合，把它给扣上去。好，到这里，哎，我这里是没有变好啊，这里。哎，刚应该是往折起来，哎，对对对对对，刚刚忘记了啊，这里把它给扣上。好，最后我们把一个步骤完成好了啊，我们先把这一次完成好了，这个地方现在是半夜两点多吧，我嗓子有点哑了啊。好，这个地方翻出来，这个地方盖下来的时候，它的这个红色的凸跟这个凹结合的时候呢，这个灰色的凸呢也要压到这里来，那一整个呢它的结构会整个非常的稳固，它扣下来之后呢，白色部件呢由于这个灰色部件把它抵住，它也不会往后翻了，你想往后翻也做不到了啊。好，然后这个部件的话呢应该是往后翻对吧，这里，哎，刚刚应该是往后翻啊，居然没注意到这一点，好，无所谓，现在最重要的是这个脚这个地方的变形，第一个步骤你就记得先把这个盖板给翻开，这个白色部件推到后面翻开，翻开之后怎么做呢，把红色部件往下面转，然后这个地方就可以翻转了，把它给翻转过来，然后这块部件呢继续转过去，不要让它跑到别的地方去，它就是一律是保持在外面就可以了，然后红色部件推到后面去，推到后面去之后呢把这个部件翻转过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它在这里是有一个结合卡扣的，把它给扣上，内部啊转一下，好，扣上了。再来这个记得膝盖这个部分一定是朝后面，我们把这个脚往前面转，转过去之后呢，你先把这一块部件翻出来，把结合卡扣的位置呢给翻出来，然后呢推到这边，然后把整个推进去，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完成它最后的一个步骤的一个结合，到这边把它给扣上去。这个结构来讲的话呢，是真的是非常的巧妙，特别是这个腿的一个内外的翻转。那从整个变形来说的话，这个地方翻下来，这个地方翻到这里，最后从这个地方扣下来，红色的一个凸跟这个灰色的凹扣上去，然后这里也顺便咬合了。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整个从一个恐龙形态到一个方块盒的一个变形过程。它最妙的一个地方呢，是第一，它的一个腿前后啊去推动，有一个沟槽前后推动，再就大腿内外的一个翻折。真的是空间运用来讲是非常巧妙的。然后呢这个方块的形状呢，基本上它的一个结合卡扣算是比较明确的啊，也不太会散架。那这个火焰特效的话呢，你就看想放在哪吧，可能就你可以放在上面也没关系啊，那个冒火啊什么的
或者你放在侧边啊，反正就你知道就行了。那整个变形的一个流畅度的话呢，算是比较复杂一点点。那这里的话好像是应该推这样子吧，嗯，还是你要推上面，好像说明书是说啊，无所谓啊，反正都可以。那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感觉就是它的一个龙形态其实是非常的霸气啊，然后方块形态可能看多了就觉得嗯还不怎么样，但是就是主要它的一个比例有比以前的一个龙形要放大的非常的多。那我这一款的话呢，算是不小心吸油上了太多，大腿变得有一点点松垮啊。那可能一段我可能会把它稍微再处理一下，再把它擦干，然后风干一下，应该就不会这么样的一个松弛了啊。那这个是以前的一个 Dio， 两者的大小的话呢，尺寸已经是增长了非常的多了啊。那么这是一款我还蛮推荐的 War Toys 的一个魔术夹系列，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